李双江带孟哥与友聚会。近日某萨克斯演奏家晒出了与李双江孟哥的聚会照，露面的夫妇俩心情都非常不错的样子，一边用餐一边享受音乐，李双江单手打着拍子，孟哥则全程注视着老公，十分恩爱的样子。不过评论区依旧骂声一片，夫妻俩还是低调些为好啊。